有跟网友和团队导游游戏度假广播。本船今天停靠的是三小人礁西码头四号轮，即将下船前往国家五 A 级风景区三小人家参观游览。您今日返程乘坐的船舶为三小人家二号船，返回游轮登船时间为下午两点以后，船舶将于下午四点准时起航。船舶将于下午四点准时起航，开往宜昌黄柏河码头。请各位嘉宾务必于三点五十分之前返回到船上。请各位游客朋友合理安排景区游览时间，避免影响您的后续行程。各位嘉宾大家好，请所有游客朋友及团队导游注意收听以下广播。本船今天停靠的是三小人家扶梯码头四号轮，您将下船前往国家五 A 级风景区三小人家参观游览。您今日返程乘坐的船舶为三小人家二号船，返回游轮登船时间为下午两点以后，船舶将于下午四点准时起航。船舶将于下午四点准时。